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绍我另一只产品乳木果乳霜。呢乳木果乳霜咧系一年四季都用得啦，但系咧系冬季咧就秋冬两季系特别受欢迎。点解呢？因为佢滋润度高，同埋我做出嚟嘅乳霜系比较固体啲嘅，即是咧唔会系水样嘅 lotion 状态，所以咧对一啲干燥皮肤咧个感觉系特别好嘅。咁我俾大家睇下，就系咁样啦。佢系咁样嘅质地，我哋擦喺皮肤嗰度咧，就唔会系太过水样嘅，因为佢系比较好似膏状嘅。咁我就同埋因为用咗乳木果啦，乳木果系非常之好咧，针对一啲龟裂啊、非常干燥嘅皮肤嘅。咁佢仲加埋橄榄油啦，一啲非常滋润油脂，所以系秋冬嘅季节或者非常干燥皮肤系特别适合。